下周要带我的保安去中国了，走之前今天去小黑家里看看他的家人。啊，小黑现在特别开心啊。OK， 来 ，Let's go。在路上遇到警察？怎么样？他们也到这个城市，所以顺路带他们过来了。OK。OK。空手到你家不肯定不行，我们去买点东西，买点吃的去。对，你把让小黑你看吧，买点什么？哎 ，OK，No problem。现在再拿一个。OK。再拿一个。No。啊？ OK。你不要客气。No。你再拿点别的吧，就其他东西吃的，点心。No。薯片，再拿几个。OK。啊 ？One。No。OK。再拿几个，No。没事。OK。啊 ？OK。你拿那么小的一个，一块钱的，再拿几个。OK， 喂，上面还有呢。OK，No。啊？不 OK。OK 了。OK。再拿两个过去。OK，No。哎呦 ，OK，OK，OK， 这么多。可以吧 ？OK， 小黑啊。啊 ？OK。600块。这么小的小孩子还抱着，手上还抱着一个。Hello。爸下好了。你下来把门关紧了。哎呦，来。到小黑家了，好吧？啊，对，小黑家的其中的一间卧室啊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就两张床。哎，妈妈呢？这就是小黑家啊，这边是一个厕所，这边是一个露天的厨房，这是干什么的呀？阿斯玛利贡，不是，妈妈来了。嗯，妈妈，看看那个房间，你去看看去。OK。好，接下来黑的，我们看。小黑的另外房间啊，这个上面是床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床，都是这样的啊。然后这边一个四个床、五个床。小黑家唯一的就是一个，TV。Yeah, TV。TV，very good。然后这个唯一的还有开一个电风扇。啊 ，very good，very good。他家里还是挺干净的。哦。这不是我送给他的那辆摩托车吗？兄弟们，大家还知道不？我以前我送给他摩托车，他不开，搬到家里来。哎，这怎么搬上来的？从下面搬上来的。我给他看看啊，看看小黑是怎么搬上来的啊？从这里是吧？从这里，这扛上来的是吧？锁起来不让他家人骑。因为我是我送给他的，他拿这个当做宝贝一样的啊。哎，妈，那个，哎，喝，没，喝。下个礼拜去 China， 哎 ，We go China，、yeah. 我就是给我妈妈， yeah. 给你妈妈5000块钱 ，$5,000 okay? Oh, ，OK， 给妈妈5000块钱，好，给妈妈，来给妈妈妈妈。OK， 好 ，OK， 来，哎，Assalamualaikum， 哎，小黑爸爸，不是，哎，小黑爸爸，妈妈 ，OK， 我们走了，啊，好了，小黑，小黑，小黑，走 ，Let's go。